多美的星光大师，今天特别开心，我会为大家分享一款我超级无敌喜欢的爱多美的养颜美容的食品，就是我们爱多美的石榴果冻，也叫石榴美人儿。那我们的这个爱多美的石榴果冻呢，它是来自于土耳其安塔利亚的最高品质的红石榴，那这样一条只有15克，它里面却含有了浓缩的鞣花酸，相当于26杯的红石榴果汁。哇，想一想是不是觉得好兴奋？而且呢，大家知道鞣花酸对我们的肌肤多么的重要吗？鞣花酸是天然的美白剂，而且还可以防止紫外线对肌肤的伤害，它可以有效的抑制黑色素，最重要呢，它还可以防止我们肌肤胶原蛋白的流失，促进我们胶原蛋白的再生。哇，大家听起来是不是觉得好厉害？还有更厉害的，它里面还含有非常多的抗氧化的成分。红石榴果汁呢，它的这个抗氧化效果更是超级无敌的厉害。一说起抗氧化，大家是不是马上会想到绿茶？那我们的这里面含有的花青素，还有这个红石榴多酚，它的抗氧化效果比绿茶高出很多倍。听起来是不是马上要打开吃一口？现在我就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包装，它的这样的包装15克，非常便于我们随身携带。我的包包里是每天必不可少一包红石榴果冻，至少一包。那大家可以再看一下它的这个撕口，这边有一个虚线，这个虚线呢就是很方便我们撕开，非常方便实用哦。所以我们走在外面，任何时候我们都可以打开一包我们的石榴美人儿、石榴果冻，马上让我们瞬间变美。现在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果冻，石榴果冻是什么样子的，看到了吗？ QQ 的啊，现在我吃一口，哇，哇，太好吃了，酸酸甜甜的，好幸福的感觉， QQ 的，超级喜欢。这也是我的养颜小零食。其实呢，我有这个经期荷尔蒙失调的问题，一到经期的时候，我的下巴、我的额头就会爆痘，所以非常的困扰着我。那自从吃了我们的这个石榴美人以后，差不多3个月的时间，我的这个经期荷尔蒙失调的问题就改善了很多。那现在呢，已经没有再被痘痘困扰了。那我刚开始呢，是一天吃3包。早餐后一包，然后中午、午餐后、下午的时间又一包，晚上呢是睡前一包，睡觉前吃哦，睡前空腹的时候吃，效果特别好，而且还能帮助我们睡眠。那我出国旅行的时候呢，我一定会带着我们的石榴果冻、石榴美人，因为可以让我在国外，有时候比较累的时候吃一包它，马上充满了能量。晚上睡眠的时候，睡觉的时候呢，也是睡前补充一包，可以让我有一个非常好的睡眠。所以呢，这个石榴果冻呢，可以帮助我们女人调节我们的这个荷尔蒙，还可以呢促进我们的这个雌性激素的增长。那我们的石榴果冻呢，除了可以帮助我们女人延缓衰老，对男士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。那很多男士其实都有抽烟、喝酒，还有迟睡的习惯，生活不规律，这个时候就会让我们的身体产生大量的自由基。那么对抗自由基最好的方法就是大量的补充抗氧化产品。那无论是男士还是女士，我们都是非常需要抗氧化产品的。抗氧化产品可以帮助我们延缓衰老。那我们的这款爱多美的石榴果冻就推荐给大家。如果是一天一包的话呢，就是基础保养；如果一天2包，那么就是延缓衰老；一天3包，
可以让你重返青春，童颜再现。那我现在呢，仍然是一天三包，所以呢，我要越变越美，让我们一起来打造不老的神话，不老的传说。推荐给你爱多美的石榴果冻，石榴美人。谢谢大家，改天我还继续为大家分享我最喜欢的爱多美的产品。谢谢谢谢谢谢大家，拜拜。大家好，我是戴安娜，爱多美的星光大师。今天特别开心，我会为大家分享一款